竹林哥。竹林哥，快给我带啊！快点啊，竹林哥！此为止。爸，今天这场婚礼必须取消。的确很像。包山不是说余兴节目结束了吗？这玩笑会不会开得太大了？你傻呀，那真的是老董事长的儿子，白总监的亲爸。可是他干嘛要取消自己儿子的婚礼啊？雨天怎么会跟胡明在一起呀？呵呵呵，嘿呀，啊，雨天呐，这么长时间，你都去哪儿了？你要来，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呢？你说对不对啊？雨天，今天是儿子的大喜日子，你看，现场这么多贵宾，大家都在看呢。还有，你带这个女人来这边干什么？孟正平，二十多年不见了，没想到你跟徐永泰的演技一点进步都没有，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的丑事。各位嘉宾，今天我白雨天要公布的事情既不干净也不光彩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当年怎么回事啊，害我和永和掉落山崖失踪的就是这对奸夫淫妇。不是吧，这也会吧，太离谱了吧。要不是我命大的话，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。现在我们白狐都快被人抢走了，可我父亲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一无所知。白雨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爸，还有一件事我要郑重声明的，白仲明要娶周玉慧为妻，那是他的自由，
但是以白家的名义娶媳妇的话，我白雨天绝对不会允许的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妈，白叔叔为什么要这样说啊？妈也不知道，没事啊。各位，雨天他是开玩笑的。你才开玩笑呢！不要逼我把你跟永和的丑事说出来。你给我闭嘴！各位，我在这里宣布，白仲宁不是我的亲生儿子。继承人的身份也没和红英血缘关系，虽然一无所有，却又好像拥有了许多。朱莉，红英，别冲动。妈，你告诉我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别信他，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些事。龚正平，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的话，那徐永泰跑了，丢下你，这怎么解释？你继续编嘛。如果我跟永泰像你说的这么十恶不赦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报警？你口口声声说你今天会变成这样是我跟永泰害的，证据在哪？没有证据就不要血口喷人嘛。光凭白仲明不是我儿子这一点，就可以证明你跟徐永泰居心叵测。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这样说我跟儿子，你真替你自己长脸呐。我说仲明他是白家的孩子，他就是白家的孩子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今天是我跟仲林哥结婚，被你们搞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婚到底还要不要结啊？我说过，你们要结婚是你们的自由，但只有一点，不要用我们白家的名义就行了。仲林哥，你帮我把戒指给戴上吧。哪怕你不是白家人，我也愿意嫁给你。很抱歉，我不可以娶你。红英，跟我走。仲林哥，不会，仲林哥。
慧，玉慧，你回来！玉慧，别这样。玉禾，我们先去医院吧。